曾经是台北海霸王餐厅总主厨的游雕林，因为向妈祖祈求保庇，变成一部分的母亲会当好转。虽然母亲最后也是离开啊，但是从此甲妈祖结缘。30年来，开了将近2000万个杯牛上木，雕刻上百尊的神尊。在上艰难的时，也搁身兼四种的工课，而且标花啊、装钱，每工困无到2点钟。伊讲这是妈祖给伊的磨练。不过现在渐入佳境。替妈祖兴建的玉法馆也将在今年完工，明年妈祖圣诞进前完成安坐大殿。弥勒佛、土地公和济公师傅坐做伙，这是民众常常看到的神尊，但民众较少看的神尊，包括有姜子牙、孙膑、张良、孔明和刘伯温，古早出名的军师神尊，这也拢总有，总共是108尊，而且都是用牛樟木所雕刻。现在不好找了啦。现在牛樟木很贵。曾经是台北海霸王餐厅的总主厨，佮摕过着金厨奖阿君，但因为妈妈车祸变成植物人，伊祈求妈祖庇佑母亲状况好转。虽然妈妈也是离开，但从此和妈祖结缘。30年来，受到妈祖的感应和支持，开2000万雕刻100多尊的神像，像这尊顶顶的妈祖，敢那木材就要80万。标会啊，标会来付这个钱呐、啊。然后在雕刻的师傅的工程也要80万，啊，九龙椅又要60万，啊，就把它完成。但在餐厅做总铺师，那有2000万，一共同艰苦的时阵，一天兼做四份头路，搁标花啊装钱，每天困无2点钟。我说过，就是妈祖要训练一个人啊，只有用钱，啊，你说要雕刻，你就要去磨练啊，就是这样成道。心有正啊，可能就越来的路就越好走。大家不支持的话，当然是不会圆满嘛，没办法再做下去啊。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当然是要支持啦。游雕林表示，30年时间经过，现在状况有较好。帮妈祖起的宫庙玉雀观也决定在年底完成。特别是有信徒发现妈祖的模样，就出现在阿伯大态度的壁面。有足成的，就是有成的，啊，无你该。你记啊，翕迄个真个妈祖的相片，啊，含这个相片，你甲翕起来，甲加起来，甲打来看看，一模一样。这是很奇特，就是很奇特。嗯，意义就是说，他正殿之后，那个不好的东西就不会过靠近。游雕林表示，玉雀观的新建工程去年发包动工，由立神的信徒来承包，工程进展顺利。目前整个庙宇的主体结构工程已经完工，目前向县府的建管单位申请到使用执照，预定今年底落成启用。明年的妈祖生将盛大举办庆典。新闻蔡明洲、孔耀宏、黄乐香采访报道。